熊熊有新舞步，你看熊熊转圈圈啊，老王的舞步是什么？我们来看，晚上吃完饭放音乐，妈妈给哥哥跟弟弟跳舞。老王，你的舞步好好笑哦，你从哪里学会的？你好棒哦！啊，熊熊跳起来，一二，哇，熊熊会跳，要跳了，要跳了，要跳了。龙龙，你还有什么新舞步？想一想，哦，这也是一个舞步，是不是？熊熊在，啊、哦，弟弟学你，你看，你在地上爬，弟弟学你。往熊熊转圈圈、啊，哦，抱猴子一起跳啊！啊、哦，等你给他，他那他的猴子，让他一起抱着跳。啊、哦，我们抱猴子跳舞。啊，龙龙抱球跳舞是不是？还在跳，还在跳，我们小熊最喜欢跳舞了，啊，小熊，啊、哦，小熊又转圈圈，啊、哦。